为什么辟谷减肥不会把皮肤变成皱皮干，反而变得身材健美、容光焕发呢？这是因为人体的血管畅通了，辟谷的自身溶解了血管壁附着的脂肪、胆固醇、增生物及血液凝块，使稠阳硬化的血管变软了，使大小血管畅通，人体的血液变得更净化、更纯洁了。中医讲，脸因缺血而生皱纹，淤血积聚而生斑点，故血旺身强，血道骤行，血通斑退，血行脾滑，这即是辟谷对美容的奇效。